回来就好了。最近厝里发生太侪代志，大家拢伤过紧张啊。无安尼好不好？我安排时间哦，啊，大家来度假，什么拢莫想啊。但是过会啊，帮我放轻松，安尼好不好？组长，今日有感觉好不？有杰森替你看病，还有方姨这么用心的照顾你，我相信你一定真紧就会好起来。医生，大叔，你嘛回来？组长，我回来。我跟你讲，你嘛回来。杜姐听你讲，你找着毛毛啊，杜尚才安心落来。今晚大嫂嘛肯回来啊，安尼真正就好诶。毛毛总算是免第一半暝啊，搁做好梦啊。杜尚，拢是我唔好，我无应该意气用事，害大家烦恼啊。我会尊重主席的决定，暂时袂插手公司的代志，让主席转还去处理。我先做我的洗身躯哦，唔爱休困啊。宋宇啊，还是陪大家开讲机哈。嗯。怎么了？杜尚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跟你讲。走啊。道长嘛，拄好有代志要甲你讲啊，阿不道长先讲。嫂啊，你即摆已经正式是咱科技集团的财务长啊，但以后要处理的代志还阁真多。拄只道长咧房间敲电话，替你约了一挂业界前辈，今日讲都要互恁见面，甲伊实在者，安尼对你人脉有真大的帮助。嫂啊，你一定要好好做。唔通辜负你志将对你的期望，知影无？好啦，三娃，啊，你有啥代志要甲杜尚讲？杜尚，其实我三娃，别怪你杜尚对你话气着，大家拢这么用心在栽培你啦。你的志将甲杜尚交代，你是伊哦，小心点的人，你千万唔通让伊失望哦。有什么代志啦？我想我即将你房间休困啊。啊。即将，来。哎呦！啊，我嘛有一个代志要处理啦。方姨，大嫂，阿你马卡萨休困来。你就安尼就回来了，刚刚大伯无问题，这几天你是伫倒位过暝？我伫倒过暝，甲你有啥物伫代？我是看你的气色真好啊，一点仔都无参像哦，伫外口流浪的感觉，连倒参像哦，伫另外一个家哦，过了真快乐的款哦。啊，你就安尼回来，敢会就唔甘啊？我过了好，你是你。我问心无愧，你真正嘛真奇怪。你这间厝哦，你食好穿好做勤苦，那你看起来够遐尼忝嘛？敢是因为你后生准备要做站长，你欢喜甲困袂去啊？我跟你讲，免欢喜甲遐尼早，早也有成就哦，甲你也无关系啊。你伫遐无闲规半工哦。到时你什么好处拢得袂到，你要哭就无话使，唔信你再等你看。哼，林千惠，你敢回来哦？我真正就配合啦。
唔知影你是有胆还是唔知死活啦？敢讲你唔惊你另外一个假代志会瘪空哦？也是你伫这边提无够，惊咱甲你气嫌，所以唔管讲较危险，你嘛是要转来提，去饲你的老狼狗。张芳仪，你迄根嘴想好甲我杀你，啊若无我就对你无客气，你俩当我家里哦，你要心慌来哦。哎呦，啊，他都唔是才咧讲，啊，有啥话就好好讲啊，啊，讲无三分钟又冤起来哦。是条可以来了啊，你要跟我介冤家，无我是食饱想你，介冤哦，足忝的呢。王爷，我知影前位哦。问题足多滴个啦，啊，这么简单就会转来，你甲阿克啦，心内一定会无爽快。啊，不过我真正希望会当好萌萌一个完整的家庭啦。啊，若是有什么所在做无好的吼，请你就体谅者，啊，让伊者，给伊一个机会啦。大伯，我会甲大嫂起冲突，不是针对任何人啊，更加。不是要跟你作对，只是大嫂有很多事情不交代清楚，我说话较含慢了，这会让伊生气。啊，不过那些事情也是希望大伯能查清楚，别让员工反感嘛。你放心，那事情哦，我一定会查清楚的啦。啊，我今天为了找萌萌哦，我用这天的，我先来休困哈。林千惠，你这么搞明白又再回来，可见你还没满足，一定还想要拿什么好处，我一定会把你定条条，你还想要闭关闭关。